陳師傅都是我們工作小組的委員，他每年都很用心用力去帶埋他的徒弟來幫我們籌款啊、表演啊咁樣。今天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孫式太極拳，太極拳比較流行的有陳、楊、吳、孫、武，現在我們欣賞到的就是孫式太極拳。蕭國雄師傅準備。多謝陳若瓊師傅。